可以换另外一个身体，我是不是能够更过得更好？有的时候你出生就是一手烂牌，你就是牌比别人烂。就是他没有办法选择他出生的环境。两个囡仔不爱插我啊，老爸老母也不爱另外一个囡仔，他家己母家呢，什么一无所有啊。当孩子出生之后，你可能一个晚上不在家都不行，因为一个人不在，另外一个人就得要去担负更多的责任。有孩子一起带，你不要让我一个人带。对，我囝出世，这下我囝已经开始就学国小五六年级了。我爸妈比较不喜欢我去做这个行业。他说就是这个忍一下，他一直无法谅解他爸妈。带小孩是更累的，因为你24小时都是神经紧绷。我妈有可能在暗示一些，或在求助，她很经济这边没办法负担那么多。我真的很辛苦，我真的不行了。那就跟天父爸爸一起走，妈妈会知道。他说我的衣领很长，长到飘地上。摄影师的手就从后面，然后划过我的胸。那是安怎社会变态的人嘛？这场谈判哪有被社会保障？没有什么东西保障我们。自己要奋过，自己才有钱通领到。安尼做家老嘛是遐辛苦啦，不止努力工作，而且还做出了好成绩。成绩真的是定一个人高下的标准。成年人的社会里头，没有人在照着这样子的道理去做。传理生我不要说不体谅，我又在背后捅我很多刀。就是你这种价值观，我才不想留在这里。他看着我直接说了一句：“丑八怪，干！”大林你啊！对，然后当然就五四三二。要不要在这边帮妹妹办一个毕业典礼？那一天毕业典礼，我在2000多人面前司仪，我站在台上。他在大家的面前，他站出来说：“千万不要再这样子。”有些事情是很难被反转的。所以其实我并没有释怀，而是我就只是去试。当然，人遇到挫折，每一个关卡，你懂得去把它解套解套，能够熬过去，这个才是一个重点。这种让我们输下给你。但是青春无非就是一连串的遗憾所堆积而成。人生中没有所谓的错误，然后全部都是可以学习的课题。学习的痛苦是一时，但没有学到的痛苦却是一生的。希望他能代替我儿子去把人生活得更精彩。鸡排原味柠檬椒盐，台南一盘风笋靠北，对啊。大家好开心哦，就是真的好多幸福的泡泡。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其实就有一点点像是可以用游戏的态度去看待。人生的道路不同，其实就是转一个念，不要觉得就是世界末日。很多人其实都很努力的在生活，我们只是比别人需要多走一段路。